是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甜甜的，是真心的，是一定会让我们心跳加速的。因为送上这份礼物的就是我们的发起人迪丽热巴老师。哦，爱你。为了表达爱你呢，其实我们也有准备一份小小的惊喜在你身后。是什么呢？不是现在哦。哎，是什么呢？好，不告诉你，不告诉你们。有请热巴老师。加油，热巴姐，加油。哇哦 ，Come on。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maybe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do. 懒哥，你的眼睛是不是？懒哥演得好，懒哥演得好，懒哥演得好。盲人按摩。我们要问一下，老师，来，请问一下，老师，摄影老师，请给一个他的鼻孔的机位，好吗？牛超同款鼻孔。朗哥，这是什么角色？保镖是吗？我其实我在找家呢，我老师好看吗？好看。舞好看吗？好看。主要是我后面突然冲出来人，然后我动作都忘了。哦，你把老师吓到了，知道吗，朗哥？关键是我没有忘了，我没有。哎，怎么不一样？没关系，因为是我们的班会嘛，大家开心就好。谢谢我们的热巴老师，谢谢我们的热巴老师。接下来的这一组，他们浪漫过，有句话叫做不打不相识，曾经是他们首秀 battle 的对手，现在他们是惺惺相惜的朋友，他们经常一起熬夜做音乐，所以总能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下面有请曙光双兄弟赵正豪、贺俊雄带来一首原创歌曲，送给彼此，也送给我们的兄弟们。好，大雄。海风轻轻地吹来，放松，放手一搏后，日难免陷入困惑，你是不是走到剧中？路途翻越最高的山峰，海水洗刷情绪波动。我该肯定不忘初衷，做自己的主人公。哦哦，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慕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可是瓦罐的夜空。因为我们其实认识了很多年了，然后时隔了这几年以后，我们终于有机会一起在一个舞台上在一起了，然后
虽然舞台不大，但是圆了我们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梦，谢谢大家。是不是太炸了？太牛了！咱们的期待，他们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哦，什么鬼？他们来到创造营之后，从未同台过。远哥跟满叔，小时候差，我是小，那小时候，我小时候。他们俩自称是七十位满组合，今天他们要给大家带来一首《远古的呼唤》，不是青藏高原啊，但绝对是大家想要期待的舞台。有请张远、马雪阳老师，有请智商力恒、老马，得拉拉筋吧，咔嚓。我拍照呢，拍照呢，看啊，远哥。哇！音乐准备。Hey, you know who we are. Listen to the song that say my name. Scream and shout. We are the top combined. 掌声厉害！掌声厉害！走！让爱重新降临在大地，吹散了悲伤的记忆，完成了光荣的电影。正在重新融化的雨季，露出了笑容的美丽。我想应该是你。双手，举起你们的双脚。摸到袁哥的手了，我不行了，他出道了，他的成名曲。对不起，太激动了。回忆着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啊，妈妈。幸福会缺氧，爱心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们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却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们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站好，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许出快乐和希望。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飞翔，飞翔，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阿金好像热巴老师会唱，他的声音很卡通哎。只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流浪？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只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
就是天堂。大家今晚开心吗？开心！谢谢大家，我们是 Talk Man 至上励合。好感动，好感动！哇，要给我整哭了！谢谢，谢谢，谢谢！至上励合！谢谢我们的远哥和我的马老师。我想采访一下热巴老师，是什么感觉的？我跟你说，就是，哇哇！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想到会跟真正的就是唱这首歌的原创们一起唱。小时候就是听他们歌长大的啊，不不是小时候啊，十几岁，十几岁。我五岁的时候听的这歌。五岁？那我得四岁。2008年，你八岁了，就是呢。我十几岁，他五岁。一起走过来，对于没关系。我小时候也是听胡彦斌老师歌长大的。那是当然。哎，我们俩的存在真的有一种承上启下的感觉，今天真的在承上启下。对，然后其实刚才那首歌我们为什么说是叫远古的呼唤，因为刚刚那首歌是我们一切的开始，就是至上励合第一张唱片的两首主打歌，一首叫降临，一首叫棉花糖。其实今天我觉得特别又感觉到了幸福的感觉，因为如果不是创造营，然后跟雪阳可能真的永远再不会去唱降临这首歌了。是的，所以特别感谢，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跟马老师同时存在的创造营，永远记住保养哦，年龄保养才最重要。来重新说，年龄不是大问题，保养才是硬道理。对，谢谢。